的。妈，嗯，有个阿姨她说叫我去帮她买一副那个中药。买一副中药？嗯，买什么中药？她就说她女儿刚差不多满月了，她说我也不知道。哦，那个，啊，搞那个生那个橘子吃了呀。嗯，可以啊。去帮拿一下吧，她说很快满月了，寄到也，嗯，快去寄几天也差不多了。嗯、我去叫嫂子看一下，他有时间叫嫂子送去。那你叫吧。嗯。好、啊，妈妈去，我们去找爸妈。那你，那、啊、我们去找爸妈。对。哎，我们去找爸妈。吃。叫。关键是忙着。嫂子，嫂子，要干嘛？找你有事哦。你帮忙哦，为什么？现在有时间不？咋的？啊？咋的？让我跟妈去凉亭一下。啊！不要带女儿去，不喜欢女儿。再去一点啊，走吧。跟妈说，你有时间不？有啊。那我们去一下。叫，那我不带你去也得去啊。你要请个九公不在家。对呀、啊。你看，小小鸭，咯啾，小小鸭。鸭了，哦，好啊，弟弟，真的吧？啊，哇，可以，哎呀，伯伯，你看妈妈的衣服啊，伯伯，哥哥，哥哥，嗯，小弟弟，小弟弟，走了啊，我叫妈的，在哪里？这里呀。哎，那个抓子哈，我那个是西京厨房，那一百多年。你第一个说的，我是我儿子。你们在哪里？我是在屋里嘛，在你说呢？我在屋里，在屋里头。你穿，媳妇在，那不是那你穿不脱，那你穿不脱的。你这个是，哇，你是个大的我这。在大街那边在读书，怎么样？对，读书怎么样？是啊，老师都是走。我是小马哥，对呀，好傻。我也是我们三姊妹的嘛。三姊妹的。嗯，对。有福啊！你的爹发了来家的。哎，应该来家的，应该来家的。那是好，你是哪个兄弟们？哎，我先生弱。哦。那我们走了哈。好多年没看到你。好多年没看到了，等我们去耍来着。不去，我要回去。你是回老家，回老家嘛，回你去了。回老家去，那又怎么能过啊？怎么就耍了？那不去啊？那个小家伙他还要超市去，还到超市去了。嗯，那个是货不能拿了，哦，有麻烦的。你们机子弄大的话，有个钥匙，干净的不晓得多用。嘿嘿嘿，还麻烦，这个还有点事。现在你好像买齐了，有人生了，还有些还有萝卜椒啊，那些，哎哎哎，可以可以，可以拿好点用。以前嘛呀，有狗家也拿到啊，现在原来，哎，主要是补气补血，哎，补气血健脾胃为主嘛。生了小孩过后啊，他湿咳的话给他补一下嘛，补下体质嘛，是这个道理。也是没记好的啊，反正现在是有效果好了。哎，他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你要慢慢的，火候不能打的，火打了那没用。你想想，哎哎，1895年，嗯，对，结果他们那在屋里面，他知道，他们来不来？啊，又回来着，回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，是的，嘿嘿，今天看点这事情呢，哈哈哈哈哈，是的，啊，我读到，啊，慢着慢着点，谢谢了哈，没有，慢着，啊，好好好，慢着，嗯，好，走了哈，好，走了，牛。逛街去是吧？走前面，妈妈在后面啊。自己走不行啊，累耶。你看说抱他就笑哎。妈来，我拿药。妈来，你拿我来背他。我来抱他。来，别来，你们别喝。哎呦，来背哟。你看他又找我了。好的，等一下妈背。
拔拔。拔拔。要去拔拔。我去买拔拔。是爷爷不？是爷爷去了。是爷爷不？是爷爷。我们本来嫂子送去的啊。嗯。哎，嫂子车坏了，又要修，我们就等不了，等不了，就坐公交车来到这里，叫爷爷来，爷爷来接。去爷爷来了，去爷爷来接我们不？车贷不给力了是吧？是不是牛？牛跟爷爷那里坐嘛？啊，妈抱着他嘛。那他一个人不得耶。你抱嘛？我你抱他嘛，我坐后面。Come on.